觉得有时候一句好的话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而贾博士讲的很多很多的话都令我觉得很感动，我也恨不得我马上去试试，所以有这个机会，我希望把他讲过那些很好的话全部记载下来。我想他曾经讲过，他想要在宇宙间留下一个印。这里面如果要做一个总结，那就是贾博士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那一篇演讲稿。我觉得那一篇演讲稿是总结他一生很多非常棒的这种想法，还有他的思考模式。我觉得这篇讲稿可以综合他一生他的信念，非常值得年轻朋友一读再读。